驶300公尺后，向左转进入中正路。左转进入中正路。前方科技执法路口。
300公尺后，走右侧车道，上海68线交流道前往竹东。
向右转进入光明六路东二段一二零线道。
行驶后，向右转进入高铁西路。向右转进入光明六路东二段。